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羽绒服，这款羽绒服的话呢是花了200多，然后现在好像又搞活动，然后只要199，我感觉我买早了，好像能省100块钱。然后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它到底怎么样吧。啊，这款我买的是雾霾蓝颜色，领子呢它这里是有一个拼色一个格纹的啊，离近一看啊，它是一个拼色的领子，颜色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身上这件是一个灰色啊，影子灰一个颜色，这是一个雾霾蓝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显白的呢，看上去啊，在视频里面。它这个袖子呢，这里是有个暗扣设计啊，可以调节宽和松的一个设计啊，这点设计还可以，袖子的。版型呢就是一个常规款的一个款式，它是一款羽绒服，它的面料摸上去还可以的。它总共有5个颜色，我买的是一个雾霾蓝颜色，还有一个黑色、米白色的，然后还有粉色和一个绿色啊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穿上身的一个效果吧。好了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领子呢是可以翻领的啊，是一个拼色领子吧，看到了吧？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拉链拉上来的一个效果。下面呢是比较百搭的，你可以配运动裤或者这种黑色的牛仔裤啊，或者这种修身的牛仔裤都是可以去穿搭的，也可以配短裙。这个版型呢，我觉得比较简单啊，这里有两个口袋设计啊，这个领子拼色还是挺好看的啊。袖子这边呢是可以调节的啊，然后两个扣子收紧一点或者松一点都是可以的啊。我看一下整体，下面就配个黑色的这种牛仔裤加绒的，然后下面配个运动鞋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上身的一个真实效果啊，然后里面的内搭的话也可以随便搭的，你可以搭配一个黑色或者白色都是可以的啊，搭配一个包包的话也非常好看的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个价格现在好划算，然后是一款羽绒服的啊，这个也是不挑人群的，也不挑年龄的啊，学生党上班族都是可以穿的啊。这个雾霾蓝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，它有5个颜色哦啊，这样拉上也好看啊，领子是一个拼色领。非常的简单，这款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小娇视频的，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